为了奖励我们的小伙子，昨天把这个锤子给拆了，今天我可以给他拆一个鲱鱼罐头。小伙子，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唰，给动，给动，啊，那开不动，脑车，别动，哦，大哥打开了，哎，说到底什么味？还闻不到，来，小伙子闻一下，有错，给我拿开，我闻一下。不错吗？你觉得？我错，不行，给我下去！我已经闻到味了，我已经闻到味了，我只要再把旁边的门给关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！别动，别动！我已经把旁边给我，我操！现在已经闻到这个味了，别动啊！稍等一下。Oh my god！别动！哦，太他妈臭了啊！不。我拿这个刀割的，我手都红了。先不割了，我现在已经拿着那个毛巾，然后把我鼻子堵得死死的。所以，我先倒一点，先让我们家小伙子尝一下吧。来，小伙子来，哎呀，我们小伙子都已经急不可耐，来，来，快来，宝宝，哎，快听话来吃，赶紧过来啊，别跑，来，快快快吃了，来，赶紧吃了，快赶紧吃，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给你灌进去，我让你踩我锤子。吃，赶紧的啊！别给我磨叽，赶紧吃！我吃，吃不吃？吃，赶紧的，快快！你瞧你的熊样啊，都到了我的床，你都不吃，是不是小伙子？别跑了啊！有那么臭，闻一下。妈的，把毛巾给去了。妈的，房间怎么那么臭？确实啊。我操！